南台湾最漂亮的 Sugar 今天呢要来陪同大家一起来体验呢我们 OPPO 2016年最新推出的这一款呢 F1 绝美自拍机了。哇，相信呢这个手机名称应该非常好记哦，就跟我们 F1 赛车一样同名同姓，就叫做 F1 的手机哦。那在待会的舞台活动时间呢，主持人会来简单跟大家做个介绍，我们这一款手机到底为什么呢，用过的朋友呢一见钟情哦，用过就爱不释手，到底我们 OPPO 的手机有什么样子迷人的魅力呢，等等待会来替大家做解答。紧接着有没有看到主持人的手上呢，今天带来了百宝袋哦。哇，我的百宝袋里面呢装满了各式各样的好礼赠品，通通都是要来送给呢最热情最可爱的高雄朋友。请问一下呢，到目前为止你都没有拿到好礼没有拿到赠品的朋友在哪里？哇，大家都还没有拿到，那现在呢麻烦你们帮我往前两步好不好，来一二，非常好，因为后面是马路好像比较不会危险。来，请问一下今天来到的是哪一个电信？好，电信，非常好，声音越大声的才有礼物可以带走。来到建功路的中华电信，今天是新开幕，可以说是双喜临门，因为也是呢我们 OPPO 2016年最新的手机推出的活动啊。这块 F1 绝美自拍机，先从外观来跟大家做个介绍，先帮我们看到后面好不好？我们使用的呢是现在目前最顶级哦，航太等级的铝镁合金，帮大家制造而成非常有质感的金属机身哦，啊，非常的漂亮。紧接着看到侧面，哎，我们这一次呢还有符合人体工学的握感，所以可以看到呢我们的手机非常的时尚美型，重点是轻薄哦，连女生朋友呢手很小，我们漂亮修购都可以一手来做掌握，相当呢妈妈朋友看到后面呢有带小朋友，就可以一手讲电话一手牵着小朋友，那女生朋友呢也可以一手讲电话一手呢提着我们的战利品跟包包，非常的好握。再来呢要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喽，是我们的荧幕，想请问一下现场的好朋友，现在呢你们买智慧型手机，你们都希望荧幕是越大越好还是越小越好？越什么？越大越好吗？为什么？因为现在很多朋友都会使用智慧型手机来干嘛？看电影会不会？会啊。打电动呢也会。女生朋友呢，我们漂亮小哥会不会用来看韩剧？一定会吗？还有现在甚至连小朋友都会拿来哦看卡通，所以我们荧幕当然要越大越好。这一次呢我们 OPPO 的 F1 绝美自拍机带给大家5寸的超大荧幕，重点是我们的液晶荧幕呢还使用了康林面板玻璃哦。有没有哪位朋友呢有知道我们的康林玻璃有什么样子的特色？有人知道吗？防刮。对，非常好，正确答案，防刮耐磨哈。哎，像这位帅哥，如果你平常啊没有带包包出门，请问你的手机都放在哪里？口袋。口袋里面，口袋里面有没有钥匙？有。有，会不会担心我们的荧幕被刮伤？会。对，所以 OPPO 就是这么贴心哦，连这些小细节都帮大家想好了，使用的就是防刮耐磨的康林玻璃，紧接着还使用了一个现在最新的液晶荧幕面板技术，叫做2.5D 的弧面荧幕。现场有使用手机的朋友都可以帮我拿出来好不好，从口袋里面拿出你们本来的手机借我一支好不好，什么品牌都可以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哎，帅哥，你的手机面板是不是平面的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家的呢来做个比较好，让你们看一下。来，请我们收购拿到前方给大家看一下，我们的侧面呢有一个弧度，就是拥有 2.5D 的立体弧面荧幕的技术。当然这个技术呢有什么样子的好处呢，来跟大家做个介绍，这样让你呢在看电影的时候呢整体的视觉感更加分更立体，看起来呢更栩栩如生了。当然很多朋友都说哈，买了我们加 OPPO 的智慧型手机以后再也不用去华纳微秀看电影了，为什么？因为你的手机本身就像是小型的家庭剧院，让你带着走的感觉一样。当然家庭剧院呢除了要必备呢我们的画质高带，再来音响效果重不重要？非常非常的重要，对不对？当然很多朋友都会使用手机来听音乐看影片哦。这一次要来隆重跟大家介绍一下呢，我们这一次 OPPO F1 的这一款手机还有一个技术叫做原音重现的技术。来，请问一下大家知不知道江蕙这个人？知道哈。啊，请问一下他还有要开演唱会吗？
没有没有看过的朋友怎么办？不用担心，赶快来到中华电信购买我们 F1 的这一款手机，因为原音重现的技术呢，让你仿佛莅临了演唱会的现场是一样的哦。哇，这么优秀的技术呢，只有来自于哪一个品牌的手机？ OPPO。 哎，声音从哪里出来？好，后面啊，等一下补送礼物给你，没错，就是来自于呢我们 OPPO F1 的这一款智慧型手机。介绍完了我们的萤幕，介绍完我们的音响效果，再来处理器速度重不重要？非常非常的重要，这个影响到整只手机的效能哦。我们这次 F1 呢带给大家八核心超快速的处理器速度，可以媲美呢你家的笔电还有桌上型电脑，让你在打电动的时候呢不会再有那个断线的情况发生了。最后呢，看到现场的帅哥朋友每个都很专业，代表你们很注重拍照的这一个功能，对不对？好，来请问一下，随便访问一位哈，拍照的时候呢你们最在意什么？光线充不充足，这个很重要，对不对？再来，画素清不清晰哦。来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，请我们修哥打开我们的相机给大家看一下。我们这一次呢 ，OPPO F1 呢，它的绰号叫做是绝美自拍机，代表我们的拍照功能呢，真的不输给专业的单眼相机哦。我们后方的主要镜头呢，高达了1300万的超高画素，但是我们有一个独家处理呢照片的技术哦，所以我们呈现出来在荧幕上面可以高达5000万的画素哦，非常的细腻，非常的逼真。紧接着我们女生朋友，通常男生朋友才会注重后方的镜头，对不对？女生朋友关心的是什么？叫做前方的自拍镜头哦。尤其我们女生都爱自拍，像刚刚我们两个呢在休息室呢，真的拍得不亦乐乎，实在是太漂亮了，都不用拿出呢我们的相机来拍，因为我们的手机 OPPO 的这一款 F1 呢已经胜过相机了。尤其是我们前方的自拍镜头呢，帮大家提升到了800万的超高画素，同时还内建好了美肌程式哦，就在我们的前置相机里面。意思是你只要使用了我们的前置镜头拍照之后呢，后面不用再进行了后置的修图动作哦。像是女生朋友偶尔会有熬夜，会有黑眼圈，会有痘痘，或者是毛孔比较明显的，只要使用了我们 F1 拍照过后呢，保证哦肌肤吹弹可破，完美无瑕，照不到任何的瑕疵哦。哇，那现场的朋友呢，我们直接的来感受看看，连男生朋友皮肤都变得非常的光滑哈。来，我们开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前置镜头，非常的优秀，因为高达了800万的超高画素，真的，这位帅哥讲到了重点哦，用我们的相机拍出来，每个都是帅哥美女，这个来送给你。好，来，大家都可以来体验看看哦。这个呢，就是我们这一次呢 F1 绝美自拍机呢，为什么每个朋友用过就爱不释手的原因，实在是太强大、太厉害了。介绍完我们的拍照功能呢，紧接着想来请问一下，现在很多朋友啊，一个人其实都拥有两个以上的门号，你有两个门号了，帮我举个手好不好？哦，哇，还是很多朋友两个门号，那出门要带几只手机？两只手机，哇，口袋一边一个就满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呢，今天如果你购买了是我们家 OPPO 的 F1 这一款智慧型手机呢，我们还带给大家双卡双待的功能哦，非常的实用。像是啦，业务性质的朋友哦，常常呢，公司门号一个，然后私底下的门号一个，就非常适合呢来用我们家的 F1 绝美自拍机。当然呢，想来请问一下现场呢可爱的朋友，你们有没有拿到我们今天的 DM 呢？大家看起来双手空空的，对不对？来，请我们的工作人员呢，帮我们发一下 DM 哦。现在主持人要来送礼物了，当然我们的问题答案通通藏在 DM 当中哈。请问一下，今天来到的是什么路的中华电信？这公路非常好，今天是新开幕，也是呢我们手机新机上市的活动，所以呢我们有隐藏版加码的优惠要来送给大家哈。这一题比较难一点，所以来送一个比较厉害的礼物好了，送滑鼠垫好了，好像还蛮实用。想要获得滑鼠垫的朋友在哪里？
啊，这么少，那主持人带回家哈。想要获得滑鼠垫的朋友在哪里？好，非常好哈。好，我等下就瞄准你，那你手要举快一点哈。好，来，请问一下，拿出你们的 DM 哦。今天来到我们建工路的中华电信，只要购买呢 OPPO 的智慧型手机任何一款全系列哈，我们还有要来加码送给大家三样好礼。活动只有从今天下午2点到晚上8点整。现场的乡亲朋友，你们千万不要想说睡一觉明天再来，不好意思哈，这个三样好礼就没有了哦，只有到今天晚上8点整的时间。要来送什么呢？只要购机就要来送，第一个是16G 的记忆卡，第二个要来送的是我们的限量的笔记本，第三个隐藏版没有写在 DM 上面的是我们咖啡杯造型的外接式喇叭，总共三样好礼要来加码送给呢今天有购机的朋友哦。所以呢，想要来问问题喽，麻烦等一下数到三最快举手的朋友帮我回答。请问今天来到建工路的中华电信购买 OPPO 全系列的手机，要来加码送给大家哪三大好礼？预备，一、二、三。好，来，就是你的。嘿，什么好礼？还偷看小仓，你站了三场了，怎么可以这样呢？来考考你。嘿，对，再来。好，再给你一次机会，喇叭，对，几 G 记忆卡？16G。对，好，再来第二样好礼呢？对，好，来恭喜你哦，答对了，没错，要赶快把握今天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哦，从下午2点到晚上8点整，只要来到呢我们建工路的中华电信呢购买 OPPO 全系列的手机，就要加码送给大家三大好礼，包含像是 16G 的记忆卡，还有限量笔记本，最后一个是没有印在 DM 上面的隐藏版礼物哦，也就是我们咖啡杯造型的外接式喇叭，这三大好礼都要来送给大家。所以啊，想来请问一下现场的朋友，今天来到中华电信这么久哈，请问你们最心动的一款手机来自于哪一个品牌？什么？看来大家应该是肚子饿了，还没吃晚餐，声音很小声，对不对？再给你们一次机会，请问呢，今天来到中华电信最心动、最想要带回家的手机品牌是 OPPO。非常好啊，那么现在呢，外面还是有一点点炎热哦，相信很多朋友都流汗了，对不对？现在呢，赶快跟着主持人的脚步来到呢我们的中华电信里面哦，亲自的来体验看看、感受看看呢我们 OPPO 智慧型手机的迷人魅力哦。今天我们现场展示呢是我们全系列的智慧型手机，包含了我们的 F1， 还有我们之前的非常。